是今仔日主持人刘祖龙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节目啦！哈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张爸爸，欢迎收看《地球的孩子》。张爸爸在练习啊，操作布袋戏里面的武生。什么叫武生呢？比如说像《水浒传》里面的武松，或者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赵子龙，他们都是武生。不过说真的啊，张爸爸刚刚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啊，要把布袋戏操作的活灵活现，还蛮难的。你不只是手指头要很灵活，而且啊，长时间手放在这个地方啊，真的蛮酸的耶。但是我听说啊，有个小朋友小小年纪啊，才小学四年级耶，既然大家都称呼他叫做阿语师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们赶快去找他吧。我是感觉讲吼，虽然有较辛苦，但是真正有价值。比别人过去人讲这阿翁这个囡仔无正常，但到今仔来，足侪人肯定。所以你练习这为着啥练？家己练，家己的未来。利用布袋戏演出的以前，要来排山倒树。祈求，祈求一年好，两年好，一年消灾有进步。数十分灾，数十分灾，不只有求。准备满山倒树，准备满山倒树。他是陈志宇，是个国小四年级的学生，但操起布袋戏偶的功夫可不输给大人哦，是当地啊有名的布袋戏小师傅。其实六年前志宇啊就很出名了，不过当时啊让他出名的是他阴晴不定的坏脾气。这一个不爽呢，直接用脚踏车摔，呼害的感应了，那么的话那碎喊的那种。为了叛逆起来，无理取闹意思啦，我讲安尼啦，吼，嘿，伊就是安尼，算讲较赤赤着，啊，着着都站脚动地安尼啦，啊，着着起个老屁火啦，啊，就安尼。啊，就较灰，较灰啊。即摆爱亮物件，就是爱，就是爱。哦。啊，若无伊就站地，拢较硬。啊，无伊若发狂起来，骨气干枯，啊，佫痛起来。啊，就拢筋肉较硬，较硬吼，拢。原来志宇患有轻度的脑性麻痹，只要情绪一激动，就会脑部充血过多而昏倒送医。因此啊，家人从小就费尽心思的照顾他，只是过于小心的呵护，却养成了志宇任性的坏脾气。直到六岁的时候，布袋戏师傅廖启全的一卷录音带，改变了志宇的生命。那个时阵，伊都去听到我的布袋戏录音带，啊，都咧放的时候听到，啊，他就一直跟我讲话啊，一直讲爱吃什么，我爱吃布袋戏，所以伊就感觉吼，伊的兴趣拢来，布袋是引起伊的兴趣，啊，兴趣伊就要爱，当伊要想要爱的时阵吼，我都有法度甲伊讲，你爱做啥，你爱安怎，我才要给你嘛。志宇想要学布袋戏，因此啊，每天放学后会赶快写完功课，晚上七点钟主动去找师傅。师叔托饭团，师叔哦，用力，师叔托饭团，五月十八关，五月十八关，回时开大桥，回时开大桥啊，利用，利用。两相转，有无？叫做文武修仙，伊是文的嘛是武的，所以伊的四人别啊，就是讲啥？诗书就是册读足济，啊，做诗书托万贯，好。诗书托万贯，武艺是八关，就伊的功夫练十八般武艺。吼，非是开大口，唔是咧讲大声话。地用两相传，就是讲伊读教嘛真好，学问嘛真饱，学问嘛真好，功夫嘛真厉害啊！都地用两相传，迄、那个意思爱听无？听有啊。出来是说，为了教导戏偶的台词和语调，师傅啊总是不厌其烦的解释。
但是啊，最让志宇头痛的不是背诵，反而是操偶的动作。伊这个手哦，即卖已经啊，实在讲算真好真济啊，来手腾开，腾开吼，哦，安尼，啊只话安尼，哦你个话吼，即个拢救到起啊。咱正常是安尼，嗯，哦，啊伊倒救伊啊吼，安尼，所以其实伊是好真济啊。是改变真多啊！较早是拢救救，天无啥会开，我都不断咧练啊，不断咧练。因为脑性麻痹造成的肌肉萎缩，在午睡之前，志宇的双手啊都没办法轻松摊开。但他这几年不间断的操偶练习，双手啊竟然奇迹似的可以自由运用了。师父看到志宇的决心，也决定啊收他为徒弟，并进一步调教志宇的坏习惯。大家，大家，重来。礼貌不够。你不是讲装的啦？装的啦。礼貌不够。不用。慢慢来。这下别当兵。好。好嘛。嗯。哎，要几分了？嗯。好。阿飞。嗯。好。好，哥哥。大家好。除了要跟长辈们一一打招呼，师父啊也要求志宇吃饭的时候坐姿要端正。坐好，喂，脚，你的脚，塞来，塞来，塞来，哈哈，错你了，塞来，我改一下。我塞了这个脚。看到一件就骂一件啊。啊，那叫怎样好？不要爱电条，每当客客老表，嗯，几个呀？我讲遐食食咧，啊，碗鱼洗洗。都食袂落咧。食饱家己洗碗无？啊，你安怎会晓洗？我用筛洗，洗洗好。你看恁筛到底洗？哇。嗯。啊，无恁洗够。我就伫边啊看伊说。哦，按二开的哦。嗯。对。啦。啦。是西来的迄间厝。嗯。较唔捌世事，伫遐咧吃一些啥物件歹食的，淡淡掉。嗯。啊，即马就袂啊。啊，为什么即马袂？做阮雕雕雕雕了好。你感觉西这几年来啊，有教你啥物代？哎，我没有。做唔对爱讲。哦，做唔对爱讲。嗯。未使食毒啦，也未使热开心事。嗯。啊，我未使学未教的歹名语。啊，为啥你布袋戏是藏上后边？布袋戏学好是藏上后边。礼貌嘛无，礼貌嘛无教着，人做。所以学礼貌比做比学布袋戏较重要。你先来甲你教诶。东海龙宫啦。东海龙宫走，走。西屋嘛。西屋。这条嘛是多地的错误。条嘛是多地错误。徒弟唔敢强辩啦，徒弟唔敢强辩，请师傅恕罪呀。廖师傅看到志宇的改变与进步，感到很欣慰呢。于是啊，在一年前自掏腰包花了6000多元，为志宇啊量身定做了一个布景戏台。志宇啊，很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礼物呢，每天呐、啊、都会花时间为已经褪色的戏台重新上色。几年前的，你讲那心淡，我甲你讲那心淡，啊，无你把笔来行较紧的啦，无啊，会水会就就来咯，知无？因为咱布袋外排在做吼，是开始拢爱先办身共作修，所以这个身是作用啦。啊，所以我讲着布袋伊爱学办身，我甲讲吼，阿母你若学会晓办身吼，你要爱保健师就袂好你啊。我希望讲一个囡仔，虽然伊较早出世就脑部缺氧，有个人吼会眼光咧甲看讲，啊，这个阿母都无正常，为什么大家拢认为伊无正常？为什么无法度甲变回一个正常？
时间尔，你有心甲无心去甲处理尔嘛，对吧？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虽然有较辛苦，但是真正有价值。这个囡仔这六七年来跟我相处，我感觉讲成长真济啦。伫别人过去人讲这阿乌这个囡仔无正常，但甲即马来，足济人肯定。金元多地金钱有何教训？唉，多地。为着过去，你大乱天花会，甚至啊，傲大太子殿下，又搁自称华公天龙，藐视玉皇大天尊罗宁，既然传了错误，你可知错嘛？师尊位，多地知错了，望师傅给多地一个自新的机会吧。以后来世，好好救世万民做功德，来将功补罪啦。留着一日玉皇大天尊慈悲啊，会当赦免你的死罪啦。因此，你的教训多得明白，多得尊命啊。至于的手啊，因为不太灵活，所以每次上直笛课的时候啊，他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吹完一首曲子，而且他绑鞋带啊，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。不过张爸爸却发现哦，他写的字啊，非常的整齐呢。那是因为他从小啊，就会手读啊师父写的剧本，久而久之哦，就开始模仿师父写的字体。虽然花的时间比较长，但他可是非常认真哦，一笔一画的把它给完成了。看到可以看到的。因为进步明显，升上四年级之后，志宇从资源班转入啊，只需要国音数三科特教的班级。小明去模仿乌龟球，好搞笑！气场基本上就是跑得很喘哎、欸。他模仿乌龟球，跑到哪了吗？跑副大厦。哦，那请问你跑副大厦，陈志宇说是什么意思？很好笑。志宇进步最多，也最喜欢的科目是国文。不过啊，他喜欢的原因很奇特。你会喜欢上国文课？如果我没有上国文，我要怎么看那个剧本的那个？所以你看上国文是为了看剧本？啊，我自己有问过你，但你不是说看《三国演义》什么的？真的，他蛮喜欢借书的。如果以学习表现来说，他真的算不错的，对。啊，如果以行为的矫治上面来说，他也算是很有成效的。如果你管得住他，陈志宇上课状况超级好，真的，就是他学习，他真的是带得走东西的人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如果你管不住他，你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。他会跟你聊天哦，他会跟你聊很多东西，会扯很多东西。哦，老爷爷走路、哦，还有呢。志宇的学习状况虽然良好，但是偶尔啊，却在上课的时间脱稿演出。为什么还是这样？可我不会用啊，我手指还没，我这样很尖了，我没办法用。OK， 啊，你这个老爷爷我没有很喜欢吗？别的？你上次本来就是对打那个啊，就两只手的，是哪一手？好，我把这个学校拿进去，自作。请问这只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这只是什么？哎、啊，表演半天。啊，这我不一打交不一定要那个。哦，不一定要固定那一只是不是？哦，如果远超人都可以打哦。老师都没看过我演哦。他上课最主要就是他喜欢那边，他手啊就这样子。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演过布袋戏，可是我就是上课看他这样手上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他会跟我解释说这个是怎么弄操作布哦，对，他是突然来的，对，他就会突然说啊就这样啊怎样怎样翻，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，但是他跟我说老师这是布袋戏，嘿，他很乐于在，对，乐于跟大家分享，那我就很开心跟他说
请你停，我要上课。看来志宇整个心思都是放在布袋戏上呢。鞋也放好了，你鞋又掉了，手机啊。那你鞋带怎么了？时间帮帮我，帮我，帮我绑，绑，帮我解，我自己绑。你自己解不开啊？然后表里外表。其实志宇一个月前才学会绑蝴蝶结，只是啊，他的手指不太灵活，常常会不小心绑成死结。所以啊，师父啊也会利用空档帮志宇好好复习。看好，一个，对吧？蝴蝶结，对，有点钱，啊，即马，这绑好啊，需要按落去调咧，调咧了后，这是不是招式动出来？有没有？啊，你去打掉不来，这样，这样去打掉不来。套一下。好，这个再做看。来，你看。啊，你耳绑也大绑，耳多久啊？耳足久的。没，耳足久的哦。你印象中有耳多久？耳啊大绑。五年。耳啊大耳五年哦。啊，以前不要绑的时候。所以你练习这是为着啥练？为着啥练呢？家己练，家己的未来，袂使咧大人的时阵啊，佫念的。哦。所以够为着师傅练。嗯。嘛是有啊。为啥物要为师傅练？袂晓讲。民主。哦。你安尼真甘心啦，嘿啦！你吼，你平常时啊吼，师傅咧甲你互你诶，迄个资讯吼，就拢甲你教，你拢咧吸收啦。这么多年来，师傅第一次听到志宇对自己说感谢，因此啊感到有些激动呢。其实啊，对师傅心存感激的，还有志宇一家人呢。您爸爸妈妈看到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别项都话改变了，伊都讲的话听较有啦。其实有当时也蛮要烦啦。啊，伊就讲着上单个尊师重道这项伊较知啊。就不知伊就了，伊就讲要来甲伊师讲，伊师叫学徛呀，伊师叫讲你做事来就头前个徛咧。伊就目屎讲讲流啊，所以甲目珠。安尼看恁囝咧，后生安尼。对啦，迄为咱好，哪有什么？妈妈呢？敢会心疼？不会啊，不会，让甲咱教呐。系比咱较小的。阿妈去台外口吼，阿妈为了感谢廖师傅对志宇的付出，每天呐、啊、都到师傅家准备晚餐，让四处演出的师傅一家人不至于啊餐餐外食。做戏啊！知你是那有表演的时阵，就拢会查埔安尼啊？是啊，啊，但是爱休困无偌济时间，才有甲抓出来啦。嘿嘿。哦，伊那就寒暑假吼，啊，做小二月的时阵有休困吼，啊，我那拄外口啊出去表演，我才有抓伊出去啊。一到表演地点，志宇手脚利落的帮忙搭起戏台了。大台一方来人之将，一刀二柱双枪一用，流声激流，一时轰动天下。目前为读书人，好名的土字形，也是江山贵重之形。
走。所以我感觉讲这是缘，啊，既然这个缘结到，啊，这个囡仔佫遮天真，吼、哦，尊重师，尊重师，对，像阮在佮厝边头尾，大家咧讲，啊，有若咧喜欢的时阵吼，就敢若因师有效啦。伊这个心，这个心咧爱这个布袋戏，我希望讲吼，伫我能力的范围内底，吼、哦，有生之年啦，有生之年吼，安尼会当讲吼，所有资源吼，或者个囡仔对布袋吸收佫较济。的资料认识更加多，后摆伫布袋戏真正有法度发展，做一个宣传。有位大仙大力指导，引来五竹林前来的半仙想的地主之地，一道合家平安，两丁富贵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大吉，大吉大利。一场抽身的演出长达三个小时，高举双手表演的志宇，从来啊都不曾喊累。祝福志宇，坚持啊对布袋戏的热情。未来朝向布袋戏大师的道路前进。每次表演结束之后啊，师傅都会包个小红包哦给志宇哦，志宇都把它存起来，因为他希望将来啊能够拥有自己的戏偶跟舞台哦，这样他都可以开着车啊到台湾到处去巡回演出了。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说啊，他啊觉得将来演出会很忙哦，所以想赶快收个徒弟啊来帮他的忙。哎，这个志宇真的很认真哎。但张爸爸想，你会不会想得太早了？最重要的工作啊，现在你要赶快认真的读书，因为一个好的布袋戏大师啊，不只是超偶的技巧要很好，而且要有丰富的文学跟历史内涵呢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啦、啊、赶快再来练习一下咯。嘿，感恩大家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为止了。再见啦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行了，人生何必一出戏？这一弯弯微笑月光，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。谢谢你的守望，让我把一切看清楚。就算寒风呼呼，也变成温暖旅途。